蜜袋鼯减肥打卡的第76天，为了让大哥多运动，下血本买了个超大的不锈钢跑轮。大哥不愿意跑，拿个零食给他点动力吧。怎么回事？这鳕鱼条怎么吃不到？我追我追追追，总算吃到了，太不容易了。这个角度看，大哥好像有腹肌哦，像不像一块块的白色巧克力？好了，吃完就要开始跑步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手脏了，擦擦再跑。好累啊，不玩了。妈妈，做完运动是不是可以吃新点了？吃点心吧，小傻瓜。大白喊我下去做核酸了，你就别吃了，一会再说。